蒜头，你看了吗？我搬上一箱来，你看吧，都蒜头，真的别蒜头正常吧。发生的时间是26号下午。第二，我吃没吃逮鱼，叫他逮的那个现场，他们有监控，完全可以公开。我的视频你们细看也能看出来，我不是恶意炒作，我是被逼无奈。这里边有三个方面：这个逮鱼新鲜不新鲜，是根据事实；国家文明规定也是根据事实，他不能凭人对说，对吧？这个咱可以辩证辩论一下。就是说下船的逮鱼不新鲜，你们平常冷库买的逮鱼新鲜不新鲜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我打的那个监督电话为什么迟迟没有回复？为什么我吃了半条逮鱼他们的站长就出来了呢？难道他这一个站上就这一个领导吗？我搬的成盒的逮鱼他不看，他跑车上去找那一条两条断头的破肚的。这个渔网打鱼断头破肚极个别是正常，希望大家宣传正能量，不去恶化这个事儿。我是维护我的权益，一个司机和我们卡友的权益。后续我还继续跟进，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个短。